训导处报告，训导处报告，今天开学典礼，请全体同学现在到操场集合。同学，来开始典礼，欢迎各位新加入的新生们。你能毕业吗？共分为小学、中学、高中三个阶段。那根据大家的在校成绩进行排名，每个阶段成绩排名最低的两位同学会无法毕业。同学则可以升学到下一阶段，那看看同学们能否撑到最后顺利完成学业呢？天哪，好恐怖啊！好残酷，对，哇，你们选秀节目哦，对，太残酷了吧？实境的，但我们觉得现在聊一下，我们觉得谁会不能毕业？我录个节目，你跟我讲什么国籍啊？你是国小生，国小生。我怎么可能不能毕业？小学，你看你那个看起来就是，哎，你的不良少年，对，就是我在想你啊，烂头发，但是要选两个，第二个，第二个呢？第一个是学生，第二个，应该要选学生，你要选第二个，我们太快了，这我一定要选，出来，还是豆豆啊？因为他可能会追那种班上的男朋友，一起早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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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兴奋，粉很厚，粉很厚，抓不对啊，抓到抓抓化妆，没有，他刚刚还在那边讲说，谁还记得九九乘法表？你忘记了？吓到哎！你们很聪明吗？你们？好的，那今天开学第一天，我们要来先做能力测验，看大家的学习程度哦。那并根据今天的测验结果会进行排名，那之后如果上课需要分组的时候，就会使用这个排名来进行分组。那能力测验总共分为三个项目，分别要考大家注音、九九乘法表、查字典这三项能力。那根据大家美观测验的成绩，会发放乖宝宝贴纸，每个人手上的乖宝宝贴纸加总就是各位今天能力测验的成绩。那小朋友们都清楚了吗？清楚了。那没有问题的话，现在准备回到教室，开始进行第一项能力测验——注音密码战。好的，这一关能力测验是注音密码战，分为两队进行 PK， 每题派一人出题，四人猜题，出题者随机抽出两张声母卡，并对应声母写下一个词，用比手画脚的方式给队友猜题，计时七分钟，答对题数较多的一方获胜，获胜队伍每人可获得三张乖宝宝贴纸。好，那因为这个游戏我们要进行分组，就由这个很复古的戳戳乐。抽到同一个颜色的就是一组。好的，干嘛点？干嘛点？对。好的，这边呢再简单的补充一下，每一队呢只能用三次 pass， 所以用完的话，你就是要待在这边想到你想到为止。Oh my god！ 哇，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计时开始。魏晋加油！老婆，对啊，
没关系，我们懂你，我们懂你。哎，真的可以哦。好，来来，先写，我再提示。尽管 pass 啊。好烂啊！来公布答案。好高，好高。写的，哎，他想很快，哎，好快，好快，九秒，哎，他真的猜得很快，哎，我才两题，怎么办？好，来，老婆，老婆，老婆，我要洗一下，我要洗一下，好，你先抓，对，我要洗一下，看到了，我们看到了，从头我们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他又排不出来，你决定，啊，对，他等下会翻开白纸，看什么啊？好，什么？花瓶。不要再乱来，干你想命了！我们班同学产生分歧。好了，班长，班长，班长，人词好荒谬啊！大竹，大竹，大竹，错错错，大枝，错。潇洒潇洒，那个不敢，那个笔没有，这笔好大的好大，等下就不要扣了，好像快倒了，对啊，快倒了。小姐小姐，我们画板来，请餐。好，先笔先笔，不要画画板，要笔呀。我要笔呀，可是他这个啊，爱惜蓝裤老七，老裤老裤老气老气老七什么？老老七老七乐写的才是真正这个游戏的主题。老七老老老气老七老七，我爱互相相爱，相爱老公老千恋恋千恋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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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啦，白痴！因为我刚突然想到，那感觉是一样的，那个一样的，因为他做水一样的。好，来，一二三，好，好，好高，好看，好看，好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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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色情的词，好高。歌词，歌词，歌词，搞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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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烂嘞，搞错很厉害，搞错很厉害，搞错，狮子，狮子，我觉得你傻，傻。蚕蛛，蚕蛛，蚕蛛，蚕子，是不是阿乐表演的非常好？蚕子，蚕子，蚕子，蚕蛛，不是什么？这什么？蚕蛛，蚕蛛，蚕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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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蚕蚕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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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pass 吗？可以 pass。等一下，每秒了，比完每秒了，每秒了。我没秒了，你拍，不然我给我刷，你拍给我，拍远一点，拍远一点，对对对对。串，谁来串？什么东西？讲一讲呀。蛇。你们知道了吗？知道。好，一二三，讲一二三。虫子。答对了。虫子。虫子的吗？虫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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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是，那现在要公布成绩咯。那伟金队答对九题，但是呢，我们要扣一分。九题，因为刚刚有一题绕跑不是中文哦，是闽南语。攻守交换。好的，换我们的小赖队来进行猜题喽，准备好了吗？好了，快，计时开始。好来，刚刚厉害，感觉是太快啊，太快了吧？太快了吧？笔盖不用盖了，笔盖不用盖，还是要一点效果吧？来，老师，老师。看我关键啊！关键？没有，你有可以吗？你可以换顺序也可以。他眼睛看。等一下。慢慢说。哎。说。可以吗？可以吗？念出来。可以吗？我先 pass。上次真的会慌，好来翻，看到了，看到了，好强啊，好强哎！完了，我们好像都没什么声音哎。全身 pass 三人战术，好，请科特，孤独，科特，科，好难，好难哦，科特，好难，好难，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大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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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爸爸
你可以的，大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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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期待他们了，干！不要跟周老师了，真的，不要停，真卡停完了，完了，他是个认真魔人，不要停，就停，就停，不要停，不要停，没有怕死，不要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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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的那种，他妈可以，他妈不深度的，他刚站出来，什么啊？揪你，揪你，揪，揪你。我去，我去，我去！快追分，追分！我什么？救你！我还举你！救你大吗？救你大！卡特大兵叫你大！对对对，救你大！什么鬼啊？卡特大兵救你大吗？卡特大兵很大，不行，很难的呀！可以可以，还 OK 啦。哦，对不起，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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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深深，深深加油，深深加油，完了，深深来了，厉害了，作弊，随便随便随便，随便一个词汇出来，有什么词汇？叫你我们都猜得到了，日的日的好难哦，小赖的小赖刚看我想不到哎，偌大龙的偌大人，大哦大人啊，哦，没想到大人呢，刚刚这题我也想，当然大人，叫你烂哎，叫你叫你大嘛，这个要三两分。好的，要来公布小赖队的成绩喽，小赖队。总共答对八题，平手哎，没有我们不走，这两队平手，你们该一分啊，你们闹跑扣一分。那现在先请所有小朋友回到座位上，你们的桌上都有一张乖宝宝贴纸卡。好的，小朋友们，这一关是跳跃的九九乘法，一对一 PK， 两人分别站在各自的一到九数字前轮流出题，出题者边喊边跳到相对应的数字，答题者讲出正确答案并换边出题，最先喊错的一方落败，采三战两胜，获胜方可以获得两张乖宝宝贴纸哦。
不过要注意哦，喊的数字和跳的数字不符位，照节奏出题或答题，喊错答案以上情况皆视为失败。OK。那这一关我们要怎么分组呢？我们手上呢又有这个怀旧的抽戳了，等一下抽到两个一样的颜色，就是要 PK 的人哦。好，好紧张啊！好的，黄鸿轩同学对上 LB 同学，那你们先猜拳，看谁先出题。好，石头布。那我先出，好，再两胜哦。我们这边安静，因为影响他们决定。好，安静。自己最高品质，自己五六七八自己开始哦，节奏自己掌控。五六七八，九九乘法表啊，九是三十六，四八，四八。好，那如果 LB 再赢就直接获胜了。对，三六，所以现在换 LB 出题了。那我出吗？直接秒杀。快！五六七八九九乘八表啊，四七二十八九三二十七四八三十二八四三十二三八二十四二五十九八七十二七七四十九四四八。橘色，要停的，珊珊快，好，珊珊走，就另外一组，完蛋了。好的，第二组就是孙生跟严耀廷，来一样猜拳，决定先后顺序。然后说不，谁？好，你要先来后，我后。好，那孙生先说你哦。怎么会后呢？对啊，先选先吧。全身出题哦，好，我们要一样的节奏 5, 6, 7, 8, 9, 九九乘法表啊，七八五十六三八二十四三四十二二七好难哦，好难哦，就加油，是，没错，我会加油，我会加油，那一样，那又停出题，又停一胜喽，好，那我们节奏五六七八，九九乘法表啊，八八八八，八六十四，叫屁，你看他朗诵一次啦，哎呦，输了，输了。要选该选颜色出场，蓝色，蓝色，蓝色，小赖对上乌，我们是橘色，豆豆跟豆豆对上气普星，来了，豆豆对上气普星，请猜拳决定先后顺序，剪刀石头布，先好，好，你先吗？对，好，你们要自己调整节奏，速度自己来，来。九九乘法表啊，九九八十一，八九七十二，二八四六。好，那边法官说不行。八十六，八十六，八十六吗？好的，这样数学赢了，我们会心虚，就这样赢了耶，换补心虚，我烂赢了的啦。好，九九乘法表啊，七三二十一八四十二。
恭喜。好的，这一站呢是阿乐对上维基。好，猜拳，加油阿乐！剪刀石头布，谁先？我先。气死了！来，你们结账怎么样？我们的希望。加奖惩罚表。四十五七三二十一二九十八八六五十四八六八六八小赖吴宇轩，最后一站悟生同学对上小赖同学，请猜拳，剪刀石头布，来，请攻攻攻，那我先攻，好，我的速度不要太快，好 ，OK OK， 你决定，我等下超快，超快，五六七八九九乘法表啊，四八三十二九五四十五八八六十四六八七十二。为什么要急转？为什么要急转？好，那现在是小赖一胜。好 ，OK。所以下次才出题，我出才出题。好，慢一点。好，五六七八九九乘法表啊，三七二十一九九八十一八七五十六七九。七角八什么？七角八什么？七角六十三啊！七角六十三好难哦！七角六十三好难，有点久了。谁再取得一胜就获胜了。好，那就出题。好，九九乘法表，七八五十六五九四十五八九。七十二二九十八七九五十四，七九六十四，七九拿出两七九，我们今天输了，九九还九九六十四，还要纠正别人，对啊，七九拿出七九是，我七九就是不会。好的，恭喜吴宇轩获胜。好的，恭喜这一关总共五个小朋友获胜，分别是 LB、又廷、豆豆、阿乐跟吴以轩，可以来前面领取你们的乖宝宝贴纸哦。可能豆豆赢了。哎，小朋友，有没有看到右边桌子上每个人都有一本字典呢？今天的最后一项测验要用同学们最喜欢的考试方式，就是 Open Book 哦。这一关查字典小能手，每回合五人进行测验，根据题目来查阅字典，写出正确答案后到讲台前排队给老师检查，最快写出正确答案的前三名得分，每答对一题可获得一张乖宝宝贴纸哦。那我们一样，因为这是个人的挑战，所以我们就是分两轮，好，我们再分谁五个五个一起考试这样子，然后看到一样颜色的就一起考试咯。魏学生准备好要考试了吗？几百年没有翻词典了，是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点，大家都忘记怎么翻了。没错，那我们的考试要马上开始喽。好，考试开始。裁判请出题。请写下这个字的一部首，二除部首外的笔画数，三页数。
除负手部，这三个都要写出来就对了。还要页数哎，所以一定要翻，就是一定要翻到这个字。哦，一定要翻啊。好，知道了，同学赶快去讲台秀答案。只有前三名哦。第三个，赶快来。第三个什么意思？好了，正确。盖起来。来，我们正确。再前一名啊。什么叫部首？什么叫部首？你回去，弄清除了部首以外的，所以部首同学会不会太久了？不会啊，写的怪怪的。第一题是这个，第二题是这个，第三题是二。部首，答对。好难过，他这样对吗？他这样对吗？我多加个四对的吗？啊，不熟悉哎，哇哇哇，他们你们真的，那我也错，我只能吃个饭而已。1、2、3、4，搞了半天，我们只有三个题目，哇，你们真的啊，好难哦，哇，男生，但如果你看清楚，你就是第三，对，可恶，哦，大意失荆州啊。彩木，请出题。哇哇，这什么？我不知道，应该是用副手找。这个副手是什么？你猜啊，就猜一个，就那样，就那样哎。好，要比同学有答案了。要比加油！我找不到。我给你，好嘛。盖起来，要盖起来。盖起来，不要被偷看到。要比是字典打。不知道这个字哎。不是啊。副手找。好。是吗？第二名。黄轩深深都都抢第三了，这个字居然没有一个例子哎，它没有一个可是这个有一个成语，好，不能说不能说，哦，知道找到了，主持有声主持讨厌写完对呀，聊天，现在一片空白，现在受到了屌，你看都转屁呀，转屁呀，你是先哦，好。深深还在考卷，好丑啊！深深好认真。女生的考卷吗？深深，深深的第一个答案，第二个答案，第三个答案，这个字是那个啦，应该是这个吧？没有，是页，第三个是页数。对啊，我不知道我选什么。谁拿上结束吗？你赶快回去看页数啊！页数是什么意思？你这写是什么？我也看不懂。黄真答对，答对，第三名，答对，你没了，已经没了，都不用查了。四字怎么念？二三五啊，二三五。撤，吃饿撤，手部八画，共十二画。啊，我是写二三五啊。撤，太晚了。撤，三三五。我给你写的，你看不懂。我不知道这个字。自己写的自己看不懂，会撤。下一题喽。啊，页数怎么样？抽下一题。我的好累。等一下，太难了吧。给我们直接翻就好，不一定要撕下来。彩梦，请出题。请写出这个字的所有读音。还是要查一下，这一定要查，因为太多了。太多，一定有 loss 掉的。哎呦，很快哦！你很有很努力。啊，冲刺！老师，你们太厉害了，厉害啦 ，OK 啦。Yes， 赶快排队排队，先排队，因为有人错的地步。就是，珊珊还坐着。好的。好猛哦！太恐怖了，这只有神。第二，一二三四，几声？哦，它这边有一个这个。哇！这个考卷什么意思啊？来，你们猜一下，来，黄轩你看一下，我是对的，对吗？对。彩木，请出题。还有啊。请写出下列该字的所有读音。哦，对。好可
感动哦，谢谢，好感动，我感谢谢大家，还是人有机会的好吗？翻开下一页。来，老师这边要公布成绩咯，成绩最好的是阿乐跟 LB 的四题，再来是班队的三题，最后是深深一题。来，请各位小朋友过来领取你们的乖宝宝贴纸，你答对一题就可以获得一张哦。这场考试换佑廷、宇轩、小赖、普欣还有伟静来考了。好的，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第一题彩幕请出题。哇！请写下这一个字的一部首，二除部首外的笔画数，三野数。来了来了来了！比较聪明哎，抓啊！抓啊！怎么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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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芝麻向前冲啊！哇！可心会了，可心会了！我去，我去！哇！剪刀石头布布，小赖错。我不确定啊。彩墨，请出题。好紧张，请写出下列该字的所有读音。啊，管他了，先来说啊。请出题。请写下这个字在字典上名词的所有解释。我眼熟的字哦。所有。天哪！来了吧！哇哇！我被带过来。完了，这我还没找到哎。你干嘛？记得页数。哪一页？哎呦！页数跑掉了。什么意思？又哎，电视跑掉了，是什么？所有解释啊？那得，我不知道哎。耶！哦，这么牛，资优生。哇！我吓对了，我什么意思啊？是这个？吓到我，刚查超准的。这题有点陷阱。名词的所有解释。名词要写，充满阳光啊。所以动词的不行。啊，明亮是形容词。名词的所有。是名词，我写的形容词的我也写上去了。哦，我写黎明，就黎明两个字。我名词写黎明，谢谢你们，好气啊！好气啊！陷阱题，陷阱题，你们好陷阱啊！好气啊！你这个陷阱没有多想理解。陷阱题，好气啊！陷阱题，下不下杯？下杯，好，请出题。天哪！
哎呦，来了！请写下这个字在字典上所有的词汇。好的，那接下来要公布你们的成绩哦。好，得分最高的是吴以轩死题。再来是普欣、佑廷跟伟静三题，最后一名小赖获得两题。来，请各位同学过来领取你们的乖宝宝贴纸。好的，老师现在就要来公布今天你们能力测验的成绩排名哦。首先要公布前三名拿到都是九张乖宝宝贴纸的，哇塞，吴以轩、阿乐跟 LB。聪明哎。再来是拿到八张的豆豆跟颜佑廷。再接下来是六张的伟静、补星跟红轩。那最后我就一起公布啦，就是小赖跟孙生。我比孙生多一个哦，我比他多一个。没有，我们是没有没有，我有满，我有满，没有同乐，同乐，同一分，同一分。老师现在要来公布，就是我们期末成绩的计算方式哦。小学阶段，我们以五育为目标学习，每堂课会从德智体群美五育中挑选一项为主题。下课时，根据课堂中大家的学习表现，可以获得一个成绩，分为优、甲、乙、丙、丁五个等地。到了期末，我们会统计大家总共获得的等地数量，换算成各位期末总成绩，并进行排名。最后看哪些人能顺利升学，哪些人毕不了业。不过因为今天是能力测验而已，所以今天不会列入期末的成绩计算了。好的，小朋友们辛苦了，我们下课喽。老师再见，小朋友再见，大家明天见，再见。再见。按赞、订阅、铃铛，开了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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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头很晕。